英雄联盟史上曾经有一件极其特殊的装备，它几乎是所有无法双修的英雄必出的一件装备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凡是需要出它的英雄都强到离谱。它就是曾经的科技枪。科技枪原名海克斯科技枪刃，由吸血枪和比尔吉沃特弯刀合成，基础提供40点攻击、70点法强以及 15% 的物理吸血，同时被动还能提供 20% 的法术吸血，主动是对目标造成300点魔法伤害，并使目标减速 50%， 持续3秒CD 60秒。科技枪售价高达3625金币，是当时最贵的装备之一，但其提供的属性极其适合一些无法双修的英雄，像武器、卡特、阿卡丽这类英雄，一般首个大件都会憋科技枪，不仅能提供强大的线上回复能力，而且主动的减速效果，无论是留人还是逃跑都非常有用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凡是适合出科技枪的这些英雄都强到离谱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在2020年12月神话版本到来之际，科技枪却被移除了。至于移除的原因，官方给出的说法是，科技枪只有少数几个英雄比较依赖它，其他英雄基本上不会出，是商店中最具挫败感的装备之一。至此，科技枪永远成为了召唤师峡谷的回忆。